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你要拉屎啊？开始。啊，开始。让爸爸擦地。啊？什么？让我擦地？让你擦地。地挺干净的，不用擦地。不是动物游泳啊。啊，不是动物游泳，是人游泳。男人比我大，比你大，是个大人。他的特征是摔倒，也是爸爸去哪儿的成员。爸爸去哪儿的成员？他就拿了一个棒子，拿了个棒子想发疯。对。你坐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我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OK？ OK。餐厅给我送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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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妈妈，怎么还有爸爸去哪儿的标志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这都是有爸爸去哪儿。这叫舒服家，不叫爸爸去哪儿，好吗？这就是爸爸。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太搞笑了。孩子不用这样吗？孩子不用这样吗？孩子有多大的才会要像这样扎起来啊？不像我这样就不用。你看我不，你看男孩子就不用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过来，哒啦哒啦哒啦，过来，自己来。我会刷。牙膏也学会挤一下啊。Daniel， 我们给小玉的孩子起名字吧。你先起。你先起吧，因为咱们家呱呱小玉的老公的名字就是你起的，所有人都觉得特别好听，叫彩虹呱呱，听起来又阳光，又调皮，还带着一丝感觉。Yes。所以，小玉的孩子的名字你一定要起啊。你先来吧，所有人都有名字，我却不知道取什么。那肯定是姓彩虹喽。不能再姓彩虹了。可是她老公姓彩虹啊。Daniel， 我觉得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会比较好，因为他也许生好多只。我们每天叫名字，叫他们来吃饭。金苹果呱呱呱呱，小玉小玉小小小玉，哇，那都不知道。你叫多久他们才来吃饭？小雨呱呱，小雨呱呱是已经有了，剩下的呢？四只、五只或者六只，都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个简单点的，比如说舒克、贝塔，或者叫国贸桥、树、烟筒。我们可以从车外的风景来找找灵感，比如说叫小树。那我觉得应该叫太阳。我觉得太阳挺好的，就留一保留吧。那小玉的老大就叫太阳，老二叫什么呀？雪人小玉。雪人小玉。老二叫雪人吧？对啊，叫雪儿好了。雪。雪儿很好听啊。哇，夏天冬天都有了，再取一个春天和秋天吧。什么？老三叫什么？吃大货。Oh no！
你直接听名字好吗？没有叫吃大货，叫大吃货。叫老三了，老三肯定会很胖，叫这个名字不行，不好说。要这样吗？同意。这样。你起一个灵动一点。新年快乐，小玉，因为新年了嘛。哎，好主意啊！那我们老三就叫新年好了。因为老四叫快乐。OK。OK。那你说五只，再取一个名字。五只。第五只。第五只是小妞妞。可以，成交。万一再生了几只呢？嗯，我再生几只呢？我再加几个毒。我真的不太相信他会怀六只，怀六只很辛苦啊，生很久啊。我不想让他生那么多只，尽管我那么喜欢你。还有一只叫变形金刚小玉。我觉得老六就叫变形金刚吧，这样老六就叫变形，老七就叫金刚，这样比较省事。我觉得老六如果叫变形的话，还挺奇怪的，这个名字好酷啊！就是能变形的一只小猫呗。但是它是猫，如果老七叫金刚的话，也挺搞笑的。金刚就很好听啊。你叫金刚，金刚是猩猩。要不要再看看外面有几只，还有什么能想的？好吧，我们把别人家猫的名字也起好了。那就叫《红海行动小玉》，太好听了。一个叫红海，一个叫行动。因为必须要叫红海行动，因为爸爸都用我的红海行动啊。那我们这样吧，把老大，咱们把名字往后移，老大叫红海，老二叫行动，老三叫太阳，老四叫雪儿，老五小妞妞，你忘了吧？对，老五叫小妞妞。这个手就小妞妞，这最小的也是个小妞妞。小妞妞是不是非常搞笑？非常好笑，老五叫小妞妞。OK， 成交。前天还说一百只呢，一千只，一只可能你可能会输啊，嗯，猜了四只，你看我们也猜五只，你也猜五只是吗？对，我猜四只，我们现在去看吧。现在要先给他做一个身体的检查。那怎么检查呀？可能得需要抽血。抽血？那你陪着小玉好不好？抽血是什么？就是要抽他的血液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。那样不行。看他身体健康不健康。但是我害怕呀。但是你可以陪着他呀，因为小玉更害怕。如果 你安慰他，他就不害怕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抽了他的血，他会痛一点，所以你要给他吹一吹。血在哪儿啊？血在他身体里啊。身体里啊。要抽一个血做化验。妈妈知道。你知道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，在哪儿抽？来，你跟舅舅走。小玉同学来了。呱呱放不下了。真是有点困难，不好往外拿了哈，因为我放里都不太好放。非常不好，抱着。我真是弱智，我就应该把它抱着来。完了，我闯祸了，我把猫放到。放进笼子，但是现在拿不出来了。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肚子太大，有一次吃日本料理也是卡在桌子底下，吃饱了也出不来了。痛不痛，医生？你看小玉连哼都没哼，
哇，真是当妈妈好伟大呀！做完了，走，我们去挑点双倒转小玉的东西。给挑一个新的窝，因为有五只小猫呢，要给五只小猫挑一些营养品。我这个是保龄球吗？这是给狗扔出去给狗玩的球，你要吗？我可以，可以给骆驼玩，拿一个吧，我们拿两个吧就够了。哎呀，不许拿五只，因为有我们这有五只小猫啊。这是给骆驼玩的，所以买两个就够了。好吧，对吧？还要买点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给小猫买个窝。这给狗玩吧，就绕不起来。这个是可以给猫玩的。你觉得买什么颜色比较好呀？不喜用颜色，只有这两个吗？还有一个粉红色。都有对不对？嗯。我选橙色。OK， 那你拿着吧。嗯。我还给狗狗买一个。我们需要蛋白质和钙，就是补钙软膏。对，牛磺酸其实也是怀孕时候非常需要的。哦，这是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这是钙。看好了，全部都找齐了。这个是小猫咪怀孕的时候最需要的，这个也是。这个含钙的罐头。这再帮我拿几个罐头吧，每个拿两个。好了，走走走。我觉得还可以再拿一点，多少是吗？太多了，你都拿不下了。妈妈不能再买了。可以的，因为太多了。不多。Thank you。我都快拿不动了。那个猫窝有，请问哪有啊？猫窝是吧？就这个吗？对，小床。这个、好大呀！这个需要。好重啊！那就拿一个床吧。给小狗拿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给小猫可以让它杠爪子的。那谁拿呀？这个？你拿那个轻一点的，我拿这个沉一点的。重啊！没关系，妈妈是大力士。来，你拿这个，你也是大力士。我来吧，太沉了。慢点啊。好，选了好多呀。你看都需要吗？挺全的了。挺全的了吗？还缺什么吗？不缺什么了。挺好挺好。那我们穿衣服。啊，医生跟你有话说，有叮嘱。要怎么的呀？特别，你要一定要听仔细了，就是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住。坐这好吗？特别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家里边。就是你，不能摸那个小猫。闭嘴。对，你妈妈特别厉害。为什么要不让你摸小猫猫？它是我家的呀。你先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让摸？你一定要忍住不能摸小猫猫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？让妈妈回答你。妈妈会吗？妈妈知道吗？因为你一旦摸了它的孩子，你身上的味道就会到那个小 baby 上，他就会认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，就会把他的亲生的孩子扔掉。对，这就是。那我再洗手啊。那也会有味道，因为你全身都会有一些。小猫咪嗅觉特别的灵敏，嗯，对吧？嗅觉非常的灵敏，味觉特别的灵敏，那对不对？啊？但是狗可以了。狗没。妈妈给你报一个寒假。夏令营，去夏令营，回家去冬令营吧。其实就是这几个注意事项，你要跟舅舅想，你要记住啊，明白要记住啊。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碰生下来的小猫，环境一定要好。什么时候才能种呀？好了，回家去。小姨现在非常健康 ，OK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高大夫啊。好，再见。好吧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打电话。OK。因为回家有一个玩具特别好玩。回去就知道了。
妈妈，哎，你说有东西要送给我，但你没有啊。我藏起来了呀。为什么藏？因为我要给你个 surprise 啊。我自己找。你自己找，好呀。或者是我们俩一起吧。好呀。玩具呢？你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，我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OK？ OK。哇哇，你可以吗？我让你睁眼睛，你再睁眼睛啊、哦。好的。等会儿啊，我在啊、哦，我找到了，我来了啊，闭着眼睛啊，闭着啊。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个是个袋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什么时候才孵化出来？嗯，什么时候它孵化出？好像说一直孵化着它，它得能破壳。怎么破呀？丹丹，你喜欢这个礼物吗？这代表咱们家要迎接新生命了，这是一个新生命的礼物。这是怎么打开啊？我们就要一直这样，你看摸摸它，你看它会说话。嗯，这里边有个小宝宝。他说啊，还说什么呢？我们好像一直敷着底下，差不多过一会儿它自己能破壳而出呢。你不愿意一直孵化着它吗？你快出来吧！快出来吧！现在就出！你说你会长成什么样子呀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看哪，看哪破壳？看哪破壳？说用手一直捂着底下，要够足够的温度。你听到啊啊！你哭了？他抱抱他，他说。抱抱他，哄哄他，啊哦，摸摸他。我看过这，等会儿就孵化，要不要把它扒开啊？它就出啊？不知道哎，跟他说说话 ，Hello。还给我嘎嘎，给我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你给他跳个舞吧，也许他就出来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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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点出来看，会跳舞啦！怎么还用出来？它变成紫色的啦！紫色就是哭了。紫色就是哭了。对，抱抱它，或者摸一下。哇，你好善良呀！嗯，怎么什么都不打开啊？就像我们等待小鱼生孩子一样呀，一直耐心的等待。好像小鱼这几天就要生了，医生说。你还记得他那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们给他也起个名字吧。小工具。什么？小工具。给他帮他帮他打开吧。你放在自己的肚皮里吧，是不是会不会就孵出来了？你就像怀孕的妈妈一样啊！你是马上要生一个小孩出来吗？小蛋呀，要破了！我听到里面咚咚的声音了，听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，又破了！哇！哎，真的，琪琪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一直坐在桌子，骆驼都来了。Jack， 快来，小玉快来。他一直在桌子，我们要生孩子了。他就一直在桌子吧。哇，我们把它放到地上去。看他，都就，我来放，我来放。我用右手捂着。
你坐，你坐，坐坐这边来。我坐这儿。嗯。哇，真的开了，开了，你看。哇。怎么停了？坐着来。你再跟他说说话。嗨。嗨，不要睡觉。大哥，别睡了。别睡了，赶紧出来吧。对啊，大哥，别睡了。你轻轻摸摸他。啊，他还唱歌。怎么又不错了呀？睡。嗨嗨，不要睡，不要睡。不要睡着。哎，醒了醒了醒了。醒了醒了，跳个舞跳个舞。你去跳个舞吧。啊。跳舞来吸引他出来。啊。哎呦，轻点了，我的 Daniel。嗨，快出来快出来。你来扶着他，看他会不会出来。拖着底下。底下手。我怎么又睡了呀？你要有耐心。你知道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好着急。起来，醒了。哦，他在动。我帮他，我帮他扑一下。他自己在扑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在凿这个蛋。闭嘴。他要出来了，我看到了，他是黄颜色的。嘴是黄颜色。你看到黄，怎么又变成蓝颜色的了呢？来你扶着，你扶着，你搁在你身上有温度的地方。哇！快点，我来。他自己会出来啊！我帮他，让他能快点出来。你想让他快点出来吗？想。所以我就帮他。会不会痛啊？你这样。这蛋。蛋也会痛，你看。嘴嘴嘴嘴。眼睛，哪有眼睛？这，哦，真的有眼睛哎！这边有破，这边也破了，这里也破了，他要都破了，他马上出生了。哎，你来拖着他，你来拖着他。我紧张，紧张。你紧张吗？你拖着。这里破好几半了，眼睛。哦，出来了。还没那个哥。啊，他在转圈的，用嘴把这个磕破了。我也来帮他。天哪，快给他起个名字吧，他马上都出生了，还没有名字。他本来就没有名字的。我们帮他想一个吧，我们想一个英文名好不好？嗯。Daniel。你叫 Daniel 啊，他也叫 Daniel 啊。What？ What？ 你跟他说话。大哥，别睡了。你跟他说英文。这个这个这。好的哦终于醒了。哦，又开始了。我已经看到他的脸了。我也是。他长得还挺漂亮的，大眼睛。哎，他长得像谁呀？像我吧。你眼睛有这么大吗？你拖着他，你拖着他，他就会出生在你手里。你就是医生了，你就是 doctor 了。他已经出生了，是我。小玉，快来！小玉，快来！你快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，这是一个新生命哦。哇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呀？这小鸡宝宝。饿吗？他不会吃东西吗？哦，小鸡出来，你要说什么？跟我妈妈说。你跟他说说话吧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变能走了。这就是你的宠物了，你就从此养着它吧。嗯。听我唱，清晨三下啊，白素贞，冬正千年相知
人，嘿呀嘿呀嘿哟，嘿呀嘿哟，冬种千年相思人，嘿呀嘿呀老，嘿呀嘿呀嘿哟，格外俗人。从没有见证过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过，这是第一次。那小玉还即将临盆，还没有见到新生命，我就想知道恒在看到一个生命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知，想让他能延续今天一天的快乐和惊喜，那么又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的礼物给他，一个这个需要热敷的蛋，需要安抚，然后也想训练训练看他的耐心，看他在见到这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他的那种兴奋。他今天很兴奋啊，而且其实我也有点故意捉弄他，就说那你跳个舞也许他就出生了，然后我就在那很开心的跳舞，我觉得这是属于我们母子最快乐的时候吧，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挺开心的。爸爸回来吗？爸爸今天会回来的，你要等他吗？要。超级小猫嘎，超级小猫嘎，小猫嘎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超级精细。我们猜它属什么的？杰克属什么的？是，杰克属猴的。它属水。杰克属猴子的。我爱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亲亲我。你歇会眼睛吧，好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些小宝贝呀、啊，真的是。嗯，我回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？Hello， 骆驼。哎，爸爸！哇塞，这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哎呀，恭喜呀！哎呀，老婆，辛苦了啊，累不累？累不累？要一起问累吗？我还行，我觉得。嗯，给你拿拖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光着脚就行了。爸爸。哎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呀！多久没见到爸爸了？好久好久是多久啊？好久啊。咱们聊会儿天吧。还有一大火车。爸爸一会儿还得赶飞机，我就回来换个行李，我就要走，你知道吗？你又要去哪？对啊，我还要去路演。没弄完吗？没弄完。这次有空回来一趟。这给我的呀？你们俩的。哦，给我的，还给妈妈的。对。爸爸在你啊？什么？爸爸在你，你听见了吗？让我擦地。让你擦地？地挺干净的，不用擦。我说不是擦地，是什么？我说猜题。啊，让我猜题。哦、猜题。OK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猜题。刚刚我们猜过一次。游戏吗？对，妈妈来。好，表演一个快速猜题啊。好。这样让你爸什么？让爸爸猜。让我猜？那你让爸爸猜吧。拿着头。那你就说这个，你用表现出来，让你爸爸猜这是什么？不说出来啊。表演一个，表演。是可以变成车，也可以变成人。你表演啊。这个就是这样子啊。阿童木。不对。你就是汽车人了。变形金刚啊，那就变形金刚啊！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打扫卫生的。然后怎么打扫的？就是吸尘器。对了。啊，我
天哪，我也太聪明了。再来。这个。你表演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你表演。让爸爸猜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大概是个干什么用的东西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是在水里的。在水里的，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是什么？不是动物游泳啊。啊，不是动物游泳。是人游泳。是人游泳。对呀。潜水员。对呀。哦，好好。这就是游泳吗？这个游戏你加入进来以后就没那么好玩了。我们俩刚才玩的可开心了。这我看到了。辣果果。对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嗯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你要说它特征是什么？它特征是摔倒。摔倒。是个人吗？对啊，是。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比你大还是比你小？男人。男人。比我大。比你大。是个大人。不是，他是小孩。我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我见过的呀。Jasper。对呀。啊。摔倒。我们算黑 Jasper 吗？没有了，Jasper 现在不摔倒了。来，这个。就下一个，也是爸爸去哪儿的成员。爸爸去哪儿的成员。这还是女生。这是女生 ，OK。他就拿了一个棒子。拿了个棒子，对，啊，没了，没了。哇，原来你们的生活好有趣啊，好棒啊！我们几个一起睡吧。今天没法和你睡，我得一会儿赶飞机。没有，爸爸就是抽个空回来看看你。对，我主要是看看你妈。对，我主要是看看你妈。嗯他们那天问我说，哎，那个你杜老师，你出来这么多天，你想不想儿子？我说其实还行。对，我说其实是比较想老婆，因为他们都刚谈恋爱，小孩没有结婚。我说等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明白了。我说其实年轻的爸爸是不太想孩子，还是想老婆比较多。你当着孩子就这么直接说，他没听见。他听得见，你听见了？爸爸刚才说什么？你听见我说什么吗？嗯，看这有个更大的包。他没听见。你能和我说说，你这两天和妈妈在家都干什么了吗？你问我妈，我脑子不好，我脑子不好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你脑子挺好的。你有没有听妈妈话？你问妈妈。我问过了，我想听你说。妈妈说你很听话，很乖。爸爸走了，你想我吗？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想看看我小时候？哎，别不要转移话题。我说你想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吗？好啊。给。你想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很想一想。很想很想，是哪里会比较想？我是拿心想。哇。哎呦，心在哪里啊？在你的肚子里面。那你的呢？怎么都在肚子里面？那心里想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是高兴啊，还是难过呀？难过。难过。哇塞！你看，这是你第一张证件照。对。累不累啊？最近？这是我画的。累死了吧？我。看你状态还挺好的。挺累的，但是因为。就是电影大家喜欢嘛，然后你每走的一站见到新的观众，反应都很好，就感觉哎，下一个影厅就很有奔头，然后见到很多不一样的观众，就很多年纪比较长的，就是说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了，但是听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个电影好看，就都来看。那其实虽然走的站很多，但是观众那种反馈让觉得还是挺好的。恭喜啊，25亿不容易啊。好了，咱们去睡觉了。去睡觉了。爸爸等你睡了也就走了。对。哎呀，哇塞，哇，给那个小猫咪准备了新的窝。哇塞，还有玩具。
我们给猫窝也布置了一些彩色的。这是我的书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只布置一下吗？布置什么？布置一下吗？这根本就不是看书的地方了，好吗？对呀，对呀。你看猫吧，两个小时喂一次奶呢。我自从有了这个书房，就没有在书房里读过书。其实那样也挺好看的。要转圈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你表演一个认真的刷牙好吗？你不要刷了吗？不要敷衍。我怎么都没听到嘶嘶嘶的声音？一，对对对。哎，你是对着镜子刷牙的啊？就是可以啊。只不过就是那个动作是要反的而已。哎，这个我还没试过，明儿试试。我说在照例。一，就当训练左右脑吧。啊。好啊。好 ，OK OK。那我看他这状态还挺好的，他对啊，你放心吧，你真的低估了我。没有，我怕他折腾你。他根本就不折腾我。上床吧，上床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把衣服脱了来。好像长大了一点。真的吗？哟，以后长大送你去学杂技，好不好？快钻被窝了，睡觉了。乖乖，我今天不陪你，你自己能睡吗？我去给爸爸收拾一下行李，好吗？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。你先。如果我有事该怎么办？就在这儿，没有事，我也在。来，自己睡，宝宝。那我先陪他。感谢首席社交平台新浪微博、新闻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、网易娱乐、首席儿童时尚杂志 OK Baby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独家母婴杂志合作媒体妈咪宝贝、母婴合作平台妈妈网、首席育儿指导丁香妈妈、指定粉丝互动社区手机贴吧。特别感谢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、人民日报客户端、 UC 头条、一点资讯、趣头条、中国新闻网客户端等新闻客户端。感谢育儿网、 QQ 空间、墨迹天气、秒拍、橘子娱乐、B612、美图秀秀、风行网、第一视频、第一视频 V2、搜记超级新
星饭团，赏微视，参与妈妈是超人手指舞，致敬母爱。感谢凤凰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国际在线、北青网、环球网、中国日报网、央视网、南方网、中国青年网、红网、中国娱乐网、大象网、大众网、中国综艺网、毛铺娱乐、亚洲娱乐网、中公网等媒体对本节目的支持。